开如花落，见本来，哦，如日升，如日落，只生死，哦，若不爱，就别活，就别见，哦，说了太多誓言，求了太多永远。现在，现在，一火炽身，站在我面前，在今夜的轮回，不知说毕了这样，明年一见。脱下你的自尊，就能征服我的眼，这世间有多美，我也在乎坚持。谁在被撕裂的冬夜看不见你在暧昧，有他的幼稚的三股婚恋鬼，这世间最邪恶的爱情叫做永远，这片浅这世界永远都能够别解。千年前，武帝神器守护下大陆，后龙族首领祖龙协助人类建立了云锤帝国。帝国东临淡海，这片海域由西族和玄水教共同守御，平静千年。如今，海面下波涛汹涌，危机又起。等待了千年，黑暗即将降临在这个卑劣的世界。多厉害的怪物都被我打败了，下一个就是你了，蛋蛋，你说对不对？请让一下，过两天咱们得靠岸，这儿的淡水快。蛋蛋，蛋蛋，你好，我是小鹿。怒灵的驱魔师蛋蛋，你是他的主人。你的海螺好厉害，还会唱歌。是我在海边捡到的，姐姐说他的歌中有淡淡的忧伤。蛋蛋，童光，不是和你说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吗？姐姐，你是童光的姐姐，你好，我是
通光，不要使用法术。一股很强大的魔气正在靠近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又看到了，通光。先躲起来。就让本驱魔师来好好的教训你们。姐姐，童光，不要乱跑。小美人，让我来陪你玩玩。
我来了，别怕。不会不认识红莲蛋吧？别让他发枪。嗯，快闭嘴，让别人就跑了。让你们尝尝我的红莲焰火。好看吗？好看，但是打都会好疼的。你还不会啊？小白，那小白呢？那小白等等我。
来，喂。红光他不见了，这个人是谁啊？穿得好奇怪啊。图明，抱歉，我来迟了。通光被人掳走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力帮你找到童光。这里有童光失踪的线索，不错。遥望整个西域湾，能为我们解惑之人，恐怕非他莫属。父亲，啊，搞半天，你说的人是你父亲？不得无礼，这是西族族长。什么，族长？那你不就是……世子？哦哟，玄水祭司到访，所谓何事？今日海妖作乱。我妹妹童光在混乱中无故消失了。千年之前，玄水教与我族便再无瓜葛。贵教的人失踪，何故求助于我西族？父亲，当时童光手中持有我族的罗霄。嗯？到了。这歌声之中竟然饱含着千年前的怨气，这应该是海底沉船封印中的罗霄，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实？是否千年前的封印已经松动，统光失踪一事恐怕也难逃干系，请族长允许我们前往沉船一探究竟。为了你的妹妹，居然想要进入我族圣地，你果然和当年的祭司营一样自私。沉船之地受我族保护，先人灵魂不能被惊扰。父亲，近日海妖连番肆虐，如果沉船封印是一切灾难的根源，我们不解决问题，有朝一日
圣魔真的会冲破封印，该当如何？住口！你忘记潮氏一族的牺牲了吗？潮氏一族，董珂，你说不让进就不让进啊！本区魔师自有妙计。你在做什么？规矩要让会长老头高兴。刚才那个笑话可是我独家原创的。他高兴了。你坏了规矩啊。喂老头，拿了这么多好处，不如这次的红莲业火弹给折扣呗。祭司大人，您妹妹失踪一事协会已经有所耳闻，这件事恐怕不是你们所见那么简单。愿闻其详。不知祭司大人是否听闻到圣魔复苏的传闻？圣魔封印已有千年之久，现在有传闻圣魔要冲破封印，需要一个盛大的仪式，更需要一个契机。海妖倾巢出动袭击百姓，便是他们的仪式。不仅仅是这些，恐怕您妹妹的失踪也是与之相关。啊！等等等等，你们说的圣魔究竟是什么呀？父亲，千年以前，圣魔祸乱世间，西域湾风浪大作，海妖肆虐。我西族大祭司西岐与玄水祭司营决定将圣魔封印，为此潮氏一族倾全族之力相助大祭司，最终我族还是战胜了圣魔。战胜我族大祭司和潮氏一族再也没有回来，他们的牺牲换来我们今日的安乐，这是一曲勇士吟唱的英雄赞歌。你真的是这样觉得吗？父亲，千年之前的牺牲是我族的切肤之痛，但如今海妖肆虐，圣魔复苏的谣言四散，带着潮湿歌声的罗霄凭空出现，事事都指向沉船封印，我身为世子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也许你说的对，英烈的意志需要有人继承。守卫英烈，保护西族，在所不惜。父亲，请让我为了西族进入沉船。既然如此，你便去吧。
二位请看，据我们所知，近些年来此处魔气积聚，应该能探寻到你们想要的答案。这是封印沉船的所在。不错，古书记载，这正是当年的封印之地。这个沉船我去定了。事到如今，即便是得罪西族，也必须一闯。告辞。小子，看在你保护了协会的商船，这颗子弹就当是送给你了。来，得得。谢了。沉船乃我族圣地，虽然封印千年，但当中的怨气依然存在。西风，你不可惊动英烈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既然已经来到这里，我不会退缩。我要勇往直前，去探寻西族的精神。就是地图上的位置。姑娘，西族法印，我们还是无法进入。什么呀，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。哼，不要紧，我开一枪把这儿炸开。是我的小伙伴，我就知道咱们攻无不胜，无所不能。深海之力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给您解开封印就好了，你的问题好多呀。童光，等着姐姐。
你想干什么？快把同光的海螺还给我。哎，等等。这是你送我的礼物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说好，萧来天说，琴声海波，一箫一琴，又为何歌？丹丹，Thank you.
朝氏圣女朝歌。我西族大祭司西岐，愿以我们的一切守护西域湾的安宁。海之女神，击碎这黑暗吧！朝氏圣女，朝歌。胡说吧，这么重的魔气，怎么可能是圣女啊？啊，就是朝氏圣女。千年之前，朝氏圣女与西族大祭司西岐联手封印了圣魔，他们的牺牲换来我们今日的安乐。这是一曲传唱千年的颂歌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圣魔封印不顾，西族永无安宁。朝氏的牺牲，你我的牺牲，就都将功亏一篑。不，不，不要哭，朝歌。
这是我们的使命，所有的灵魂都将回到他们的归处，回到负荆之域。超哥，如果我有什么差池，你就离开这儿，以你的圣女之力应该能够一闯。等了千年，而你在何处？大祭司现在究竟在何处？我感觉不到他的气息，他不在。是这里的西族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魔气啊？这都是我们的错。是不是又是你乱跑捣乱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别乱跑惹事啊！是谁惊扰我千年的沉睡？
朝歌不是说西岐已经不在了吗？那这个人是谁啊？不管了，先打倒你再说。红莲夜火弹。哼哼，不好。他已经入魔，不再是你们西族的大祭司。无论他是不是大祭司西岐，你若杀了他，我们都会被困在这里。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我们怎么忽然就到这里来了？这是海魂珠之内封印圣魔的地方。哎，你是谁啊？哎，你的武器看起来很厉害吗？切，冰块很了不起啊。刚刚他用的是洛书，这个人难道是？身上的魔气被暂时控制了。大祭司西岐，你是我的继承人。哼，他可是你们西族的世子。大祭司，我是玄水祭司童宁，来此追寻圣魔封印的真相。玄水祭司，
这样，全拜当年玄水祭司赢所赐。大祭司一千年前已经为你们牺牲，和我谈牺牲，要不是赢，朝氏怎会尽折于此？我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大祭司，千年已过，追责并无意义，但如今圣魔封印破坏，淡海命悬一线，西族与玄水教应当同仇敌忾。好一个同仇敌忾！当年祭司应与我族约定，共同镇压圣魔，他承诺会将圣魔彻底消灭。反悔，只敢与圣魔肉身，留下圣魔惊魂。我一定会回来，千年之后，定让你们血染。为了封印圣魔，我进入海魂珠，发动了十之死境，将我们全部禁锢在最后那一刻时空之中。十之死境，不错。十之死境之中，无生无死，无始无终，一切生命都如同死灰。然而，十年前，圣魔的精魂挣脱了封印的禁锢。你是说，圣魔已经复苏？不，圣魔距离复苏还差一步。西族看起来还准备王康到底呢。哼，这世上的一切在吴王归来之时都将不堪一击。老大，小白赶紧跑，那老不死的来了。救命啊，那老不死的来了。刘追，别让这些魔物跑了。你们为何要袭击西雨湾？臭老头，都快死了还这么多废话。大哥救我。
年。你不算太愚昧，可惜迟了。你们赐予无主的痛苦，今日加倍奉还。众人听令，誓死保卫西域湾。是。我将自己锁在这不见天日的海魂珠内，然而我发现凭我的力量竟然无法封印住圣魔的恶灵。什么？难道海魂珠也无法锁住恶灵？圣魔肉身虽毁，恶灵法力却是不亏反增，如果封印不善，将会前功尽弃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五族阴灵。为什么这样对我们？我好恨，好恨！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好痛啊！我好难受啊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失去了潮汐之力。潮汐之力？对，西族人体内的潮汐之力。潮汐之力是西族本源的力量，如果被吸取或吸收太多就会魔化。难道想看更多动画情报吗？关注天域动画官方微信微博，最新资讯、幕后揭秘应有尽有。小洛船长，多拉些陪葬者。你吸收了西族大军的精元，就能敌得过圣魔恶灵？难道是失去死性？
伏经之语，我心玄灭，无涯无尽，时之死境。伏经之语，我心玄灭，无涯无尽，时之死境。我应该猜到的，拥有海魂珠并能溃破时空玄奥的人只有你，习族的大祭司。是我亲手加害了他们，是我辜负了族人。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？可是这结界持续千年之后，圣魔终究还是逃离了禁锢，而你也没有逃脱魔化的结局。还有更好的结局吗？事情安稳了千年，可是千年之后的今天，我等到了你们。世道轮回，结局即是开始，只是代价有点大。那么多人，还有外面那个圣女，他在等你。你说什么？朝歌，以他的力量明明可以逃离这深渊。西七，你不要过去。不要哭，朝歌，这是我们的使命，所有的灵魂都将回到他们的归处，回到伏经之域。我会等你回来，我会一直等你回来。我愧对于他。怎么忽然地震了？这不是地震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夜圣魔呼唤而生的水龙卷。我有一族之长的使命，而与你一
也有你的使命，快去找西风。圣魔复苏，我们又该如何抵抗他？孩子，我有心可以换心，我有命才可以抵命。时至此境已经开始破碎，这座沉船已经存在太久，它终将化为海中的浮草。用我最后的力量，希望能送你们离开。不可，你会神形俱灭。我早已不属于任何地方，没有归途，也忘记了来处。集中精神。小白天说，琴声海波，一小一清，有为何歌？
那个冰块脸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不，西风，伤吗？痛苦吗？这根本不够，不够偿还你们当年对吴王的所作所为。西族和玄水教都是献给吴王圣的祭品。哎西风，你振作一下。唯有心可以换心，唯有命才可以抵命。西族的传人，我以西族大祭司之名，将海魂珠赐予你。父亲，为了大祭司西岐，为了牺牲的朝族，为了西族苍生，以海之魂化为云雨，升腾于天，落降于海。赤瞳这家伙跑了，西族人能存活下来都是靠着老族长的牺牲和海魂珠的力量。是啊，族长是为我们而死的。面临灾难，我才开始明白大祭司的无奈。他把海魂珠交给我，或许早就已经料到了这一切。这都是注定的吗？我虽然无法完全认同他的做法，但我相信那是一种更加艰难的守护。族长和大祭司将一直传承于你，是让你能肩负起西族的未来。
住手！父亲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今日，我以海之女神的名义起誓，我，西宁谷之子，西风，将继承先辈遗志，守护西族子民永世安宁。族长，既然海妖已经平定，我和小洛就此告辞。是着急找你的妹妹吧？我总觉得这次圣魔袭击西域湾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赤瞳，他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忽然撤退？千年之后，定让你们血染碧海。你的意思是障眼法？没错，找西族寻仇不是他们的目的，圣魔是前任玄水祭司一手所造，这一切的恩怨都指向一个所在。银川，银川居于内陆，他们很有可能会先占据一个离银川最近的海滨城市平海镇。同光，能听见我吗？醒醒。小洛，是你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大家都上哪儿去了？有人没有？想不到海妖出手如此之快，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。没有人就算了，怎么连个海妖都没有啊？你料得不错，圣魔确实在打平海镇的主意。可是他们明明得手了，为什么又放弃了？只怕是他们魔高一尺，却有人道高一丈。你们可是在找什么人？通光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是谁把你抓走的？我的娃娃呢？姐姐帮你收着呢。是谁让你碰他的？他是我的娃娃，我的娃娃。通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他只属于我一个人，你们谁也别想抢走。他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！通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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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放心吧，只是昏睡过去了，让他休息一下。多谢你救了我妹妹，还有前日在沉船中出手相助，还未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在下玄吉，号游历四方，这次也只是碰巧相助，还请大祭司不必在意。
哼，我的风头都叫那个冰块脸给抢去了，这不公平，不公平！丹丹，不如你变个妖怪让我打。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果然是你。你最好少管闲事。现身吧，圣魔。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已经被圣魔附身。就算是这样，那又如何？我的傻姐姐，明明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，却偏偏不肯承认。这一次，不知道又要害得多少人白白赔上性。这大概就是世人所说的姐妹情深吧，真是可笑，我才不稀罕。不如今夜干脆做个了断，你杀了我，从此再不用费心劳神，我全当用这条命还了你的恩情，黄泉路上绝不会怨你。通过，有姐姐在，别怕。虚情假意，到最后还不是抛弃了我。通明，妖怪把他弄成这样的，是圣魔附在了他体内，被我用海魂珠的力量暂时压制住了。圣魔如此恶毒，专门挑柔弱的瞳光下手，还趁机挑唆我们自相残杀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担心瞳光的身体会承受不住。恐怕他承受的远远不止这些。我绝不会让圣魔夺走的。拜托各位，帮我把瞳光安全地送回银川。在那里，我想我有办法可以救他。
桃夭灼灼，落红纷纷，宗主故地重游，莫非又在睹物思人？沈魔复活，危害一方，西域湾、平海镇，我们都未能及时相助。迎川若再有事，我们怒林当真是犹如祖龙遗训。宗主不必太过思虑，等玄水祭司一行人到来，相信事态就会明朗许多，到时再做打算不迟。以先生之见，圣魔这次作乱是何缘由？当年玄水祭司银召唤出水灵兽圣与他同守银川，化身为少年的圣对银死心塌地，却徒增悲戚，一念成魔，纵使万般不舍，终究难成正果。千年前的一段孽债，到底是报应到这片土地上来了。看来迎川这次在劫难逃。因果报应本就难逃，怕只怕圣魔的复活也并非偶然，或许和十年前发生在此地的那桩旧事有关。十年前的旧事？先生的意思是，十年前黑帝力量的异动触发了圣魔的苏醒？先生，不妨事，虽然只是猜测，但也并非妄言。苏醒后的圣魔也许因此察觉到了黑帝力量的存在，遂生恶念。黑帝之力源于水，故能随心掌控水，且能利用水制造莫测幻境。如果圣魔利用黑帝之力的异动趁虚而入，将其引向扭曲视听、蒙蔽人心的邪途，只怕今日你我眼前的这一片繁华盛景，迟早会变成修罗战场、无间地狱。如此说来，我这就前去接应。身边宗主诸事小心，万无大意。此处离迎川也就还有半日脚程，大家休息一下吧。嗯，累了吧，待会儿换我来背。哎呀，要是现在能喝上一口甜甜的山泉水，那该多好呀。
此地不可久留，快走。周围全是大雾，连路都看不清，往哪儿走啊？小洛，海妖，是海妖！今天谁都别想抢我的风头，妖怪，放马过来吧！我要让你们见识见识谁是真正的驱魔师。公主小心！我去，小子那么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雾气，黑地幻境。有我的命令。谁都不许还击！小洛，你仔细看清楚，我是怒林雷霆。快看，那根本不是小洛，是海妖，为宗主报仇！杀！不对，这行动的方式。握武器的姿态不对劲，是怒林。我们全都中了圣魔制造的迷障，西族长，快用海魂珠将瞳光彻底封印。一个，小洛哥哥。救我！救我！臭小子，在做什么？小洛，快住手！放下枪！我绝不能再受伤害！宗主，你没事吧？玄奇，大师兄，睁大眼睛瞧瞧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竟然把枪口对准自家兄弟，对准雷霆！臭小子，难道你想背叛怒林，欺师灭祖吗？小洛，你实在是太鲁莽了。大师兄，我只是想救瞳光。玄奇，你个笨蛋，算什么驱魔师啊？小洛，现在追上去，也只是白费力气。别担心，那小子迟早会回来的。玄水祭司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再继续隐瞒下去吗？关于瞳光的事，我希望你能坦诚相告。这本是玄水教教内之事，不过事已至此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圣魔想要的就是瞳光身上的黑帝之力。瞳光自出生起就继承了黑帝之力，他自小体弱，而这神力日渐强大，难以承受，超出了他的控制。
终于，十年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，黑帝之力彻底失控。身上爆发出的黑帝之力，绝非常人所能估量，我根本无法抑制住他。危急关头，只得求助柳先生，借悬空居法阵合力，将黑帝之力封印在了瞳光体内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的身体便停止了生长。我天真的以为从此便可相安无事，没想到还是被圣魔看出了端倪。这就是他为什么偏偏要附在瞳光身上的原因。刚才的雾气幻境就是他利用瞳光体内的黑帝法力制造出来的。我必须尽快救出瞳光，阻止这场灾难。你可曾想过，如果一旦驱魔不成，反而会激发圣魔的力量，况且瞳光根本无法控制自己，黑帝力量一旦失控，圣魔就能利用它危害银川。你不能为了私情而罔顾苍生。可我永远无法像你一样，竟可以亲手杀死至亲。他们已然入魔，就算一切从头来过，我也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若连心中最珍贵的人都无法守护，何谈苍生？这一次，不管是瞳光还是苍生，我都不会放弃，无论付出任何代价。童明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十年前我无法阻止你，看来十年后也是一样，我只能尽力防止最坏的结果。诸位，事不宜迟，柳先生已在银川悬空居等候多时了，赶紧上路吧。十大祭司回来了。哎呀，大祭司怎么把那个灾星又带回来了？要小声点，别让大祭司听见，那可是他的宝贝妹妹。丢什么？当年我的丈夫就是被这个妖怪给害死的。
听说这悬空区是神宇书院为了研究悬空区法阵和黑帝神器而设立的。不愧是群书呆子住的地方，真没意思。哎，他们在那里。刘院长，西族族长西风拜见刘院长。老夫在此恭候诸位多时了，没想到此事竟惊动了地舍龙将。学生玄吉拜见老师。没想到此事竟惊动了地舍龙将。学生玄吉拜见老师。哼，怪不得那冰块脸这么臭屁，原来是个地舍龙将啊。地舍就是我们云锤帝国的军队，龙将呢就是地舍的老大。想不到那家伙这么年轻就……哎，我跟你说这个干嘛？说了你也不懂。原来你就是地舍龙将，难怪在刚才的混战中一眼便能识破机关。哦，正如先生所料，圣魔已经察觉到了黑帝力量的存在，将元神附在了瞳光体内，就在刚才来的路上还制造迷障，要不是龙将大人提醒，我们大家恐怕全都得中招。我也只是尽些绵薄之力罢了，此时的关键还是多亏了西风族长用海魂珠将圣魔封印。嗯，海魂珠也只是权宜之计，一旦圣魔元气恢复，随时可能挣脱。玄水祭司，如今银川有难，而令妹仍难逃一劫，是令妹重要还是苍生重要？聪慧如你，想必不会犯糊涂吧？他们不是想放弃瞳光吧？嗯，可恶的冰块脸，龙将了不起啊！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还请柳院长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性命守护瞳光和银川。通明，十年之前我亦有责。唉，圣魔祸乱苍生，任谁都不能独善其身。玄水祭司既下定决心，此事须当尽快处置，要以黑帝祭坛做法，将圣魔之害彻底扫除。但老夫有言在先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通明明白，多谢刘院长相助。天道如此，我也只是尽人事罢了。只是这次施法与十年前不同，要想将圣魔和瞳光分离，还需要借助黑帝神器的力量才行。黑帝神器乃玄水教圣物，而动用黑帝神器之力，又将大大耗损生命力。玄水祭司，可否愿意面对这样的代价？生命之力，那岂不是……我决定祭出黑帝神器。通明，冷静一点。我明白大家的好意，但这是我作为一个结界必须做出的选择。先生，黑帝祭坛已经布置完毕。有劳宗主。
宗主似乎有话要说。这次同名擅自取用黑帝神器，遭到了玄水教上层的质疑与非议，许多人打着护法的名义说是要联名弹劾他。你认识他多年，我理解你的担忧。信奉黑帝的玄水教已经守护神器千年了，此次关系重大，想必他也已料到了这个结果。报，有数名玄水教徒涌入祭坛。原地待命，不要发生冲突。是。明日行非常之法，不能有丝毫闪失，还请宗主费心照看。先生放心，驱魔除妖一直都是我们陆林的使命，身担陆林雷霆之职，我定不负祖龙之命。唉，祖龙之命，想当年怒林随祖龙诛杀妖魔，可如今祖龙却抛下了他的信徒，沉睡了太久。千年来怒林一直在寻找苏醒祖龙的方法，我们相信祖龙会再次降临人间，守护这片大陆。神域书院已研究五帝神器多年，近年来五帝留下的力量发生异动，再结合这次的圣魔苏醒，海妖作乱，种种迹象不得不令人怀疑。先生是说祖龙有复苏的迹象？五帝神器上残留的五帝神力或许能够反哺祖龙，令之苏醒，不过这也只是老夫一时推测。复活祖龙？先生，这是怎么？无碍，时辰快到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先把眼前的事了了，日后的事再从长计议。药师之境乃本教圣物，你身为玄水祭司，竟擅自调取以为私用，你这分明就是以权谋私，亵渎本教教义。我作为玄水祭司，要借助神器消灭圣魔，解救童光，于公于私，问心无愧。请长老放心，此番无论结果如何，我童宁都会给诸位和银川百姓一个交代。
也要让所有人都陪葬。童光，姐姐来了。吾以血脉召唤黑帝神器。童明，不要！加倍讨回，本是与我为敌的都要血债血偿，今天我就给你们新账旧账一起清算。参与封印圣魔的玄水祭司营，就是现在。为什么要抛弃我？银姐姐手中的水最是解渴。哎，圣弟弟的个头快长得跟我一般高了呢。在这儿呢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小子，变成会飞的魔兽，叼走了咱们的羊。杀这个魔兽！杀他！杀他！杀他！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杀了他！我是水灵圣少，守护着整个银川。只不过吃了几只牲口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口口声声说为银川造福，就纵容这魔兽作恶。
什么玄水祭司能召唤出这种魔兽？分明就是妖女，妖女！不要起于玄水，你身为玄水祭司，却不能正本清源，置我等于何处？千年之后，让你们血染碧海，不死不休。着你，心甘情愿地为你付出所有，而你呢，竟然为了几个贱民和别人串通一气来算计我、欺骗我，杀之而后快。莹姐姐，你好绝情啊！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姐姐手中的水最是解渴。我被囚禁千年，受尽屈辱折磨，你真的以为几声道歉就算了事？凡是亏欠过我的，我要加倍讨回；凡是与我为敌的，都要血债血偿。今天我就跟你们新账旧账一起清算。
是我害的，都是我的错。不哭不哭，还记得姐姐的承诺吗？我说过会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，绝不放弃。现在你醒了，姐姐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童明，你比我勇敢，真的好羡慕。欺骗自己，以为牺牲你是为了大义，其实只是为了满足我作为世人口中完美祭司的虚荣心而已。是我错了，是，放手吧。太迟了，影，你赋予我的都已被你亲手毁去。而你珍视的，我也会通通毁灭。谁要救你？是，现在放手还来得及。我主人的今日全是拜你所赐，有我在，休想再蛊惑主人。主人，他的性命只能由我来了结，谁也别想碰他。圣魔，你作为玄水灵兽，欲杀百姓不是可以打，反而愈加狂悖，我玄水教义不容。玄水教义，千年前向我下毒手时，已经与玄水教恩断义绝，无用代天。今天我就要杀光所有人。丁明，我结果了你的前世，
下一个就是你。无名凶手，我不要命了。你明明都已经抛弃了我，你这个骗子。
如果不愿为爱付出，就不配拥有爱。沈，我用了千年的时间，终于懂了。云姐姐，你的世界太大了，而我的世界里只有你。姐姐，姐姐，我想，这也一定是你姐姐的心愿。我同光愿以黑帝之力守护银川，守护姐姐。拜见玄水祭司。Oh, my God.
神器。想看更多动画情报吗？